Yo, everybody! Y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。以后我不要用什么 everybody 大家，哇，每次念一定念错，我跟你讲啊。OK 啦，今天我拍那个 content 呢，就如你们标题所见的那样，我弥补我未完成的遗憾。我只可以讲嘞，这个又是有一点 clickbait 的影片。没办法，现在真的是行情不好啊，你不点 clickbait， 谁会看到是不是？一点我要完成我这个遗憾呢，就是我上一部影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啊，我是不是有一些食物我想吃的呢又吃不到呢？所以我要完成我的遗憾就是，我不用讲你们自己懂啦。好啦，就是我要去买我上个影片都没有吃到的美食，刚好也就是两餐，所以也是要播一下看一下，不懂会不会有开啊？所以哦，哇，看我头发，很扎草这样，所以我接下来影片都是会戴帽子的，除非理发店开了可以剪头发先好啦。不过戴帽子也是很帅一下，是不是？我知道的，不用讲了，我知道的，你们在下面留言，我懂的。所以现在废话不要讲了，我们就出门了啦 ，OK。哇，给你们看我老妈直接穿少女装哦，你看。有啥啦你？这现在的安迪很会打扮哦。你叫安迪可以吗？你叫我美女吗？这种就是啊，你看，来你转过去，你转过去。好，不要跨是 beautiful 啦，头前跨就是我老婆啊。是不是跟他晒咩？哈哈，自己想跟他晒。我老喂，哇，今天天气也是晒到我老喂。这几天天气真的是很够力晒哦，梦做魔鬼。看来。戴个墨镜帅一点了，嘿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哇，整个好像不错这样的体验感。林董先生，你还不要乖乖绑安全带吗 ？OK OK， 我绑，可以。我这样乖，讲绑带了的。哎，没办法了，被骂了，被观众骂了。讲我每次驾车不绑带很危险。所以绑带了了，观众讲就听了，我讲就不听了。听了，你们就听了 ，OK， 听了。OK 了，下去买菜了啦。其实买菜的画面我看应该不用拍了啦，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啊，所以我就 skip 掉，等下去买吃的画面啊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OK， 现在已经买完东西了，就带我妈去打包第一餐想吃的东西。给你猜一下，我要带你去吃什么好料？你要麦当劳啊？没有麦当劳啦，每次都麦当劳，每次都吃不饱嘞。哎呀，真的伦敦啊！刚刚原本是想要打包那个蛋炒饭，上次就讲想要吃那炒饭了，可是看错地址了。他在往后那一间总行嘞，还是星期三休息的。他另外一间是在圣地亚，还是星期一休息。我心想，哎，既然今天星期三，往后是休息的话，就去圣地亚那边买。结果是圣地亚因啦，我记到以为是圣地亚多比加，哇老哎，白来呀！哎，算了啦，去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啦。哎，这嘛真的是，哎呀。OK， 现在呢，来到了这一个新北京旗鼓鸡饭，哦耶，有开耶！然后刚刚我一去到，我跟我妈讲，不知道记错地址啊，讲啊鸡饭呢，鸡饭呢，啊鸡饭呢，鸡饭呢。反正那时候前几步讲要吃鸡饭也是没有吃到嘛，今天就来吃了啦，所以现在就去打包啦 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已经回到家了。你看，这已经迫不及待吃了。刚刚原本好好录着，结果相机突然没有电，我老哎！现在打包这个新北京旗鼓鸡饭，这也是我最喜欢吃的。你看这个，什么都不要讲，先吃了，我老哎，没有读书哎。啊，先把辣椒淋上去先，怎么能直接这样子淋啊？辣，一点点辣就不可以。辣椒又好吃。然后它的饭又香，鸡肉又嫩，辣椒又好吃。而且我跟你们讲啊，我这种啊是一个要求很容易满足的。你看啊，我只要有鸡饭哦，然后再配上一个咖啡冰，哇，这对我来讲是一个，对我来讲这样子已经很满足了。哇，没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吃了啊。OK。现在我已经吃饱了啦，所以等下就等晚餐再去买第二餐啦。现在呢也不用太赶了，因为之前的时候管制令是打包那些餐饮业都是到八点嘛，现在在前天星期一的时候就可以到十点了，所以等一下我八点多九点才去打包，所以晚餐等一下我们再见了啦。给你们看一个我很悲伤的东西，我 Beyond 的海报是不是美美的，这里是不是少了一个？你们看Oh my god！ 昨天哦，
这一张它跌下来的时候跟买这一张一起跌下来，因为这一张它后面是那种粘的嘛，然后这一张不是粘的，它两个就粘在一起，然后我撕出来的时候量就变成这样子了。我信啊，没有办法，我觉得我只好再买多一张同样的了。哎呀，这一下就等晚餐再去外面打包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，刚刚呢还想玩 game 啊，可是玩到一半想睡觉，所以就在我这沙发这边睡着了。现在接近差不多要八点了，哇，我在冷战里面。已经买不起了，我要去买我第二餐。我很想吃的那个纳西冷麦棒有没有开 ？Let's go。嗯，你看最潮流的戴眼镜方式，那眼镜戴的没有？不要玩！你看眼镜戴的芭蕾，你看。我故意的，我故意的。我老哎，谢老人家的思想，我想不通。OK， 现在呢，差不多要到那个地方了。哇，数据现在超级亮呢。没办法，用电话打灯了。真的，上次那画面太暗了，哇老哎！现在看一下，喂哎哎，我看到有灯，哇，有开有开，哦耶！我老哎，真是有多久没有吃啊、哦？鸡蛋糕可以来打包，哇，有开耶！啊，终于打包他的这个纳西冷麦炸鸡啊！哇，想到真的是爽哦。哇，那炸鸡很香，很怀念哦！哇，啊，现在回家吃了啦 ，Let's go！ 啊，你们看到这个纳西冷麦，我看这个应该是可以讲说整个新山皇后区，应该不止皇后区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来吃宵夜，都一定会叫这个东西来吃的啊！我每次去那边我都一定叫这个来吃的。哇，老伟，这个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，怀念中的怀念了、啊。来吃一吃，哇，纳西冷麦，哇，它的鸡肉很香哎。哇，一流啊！最重点就是它的炸鸡啊！哇，这两餐鸡肉不用紧了，值得了。哇，就这个味道啊！很想念呢。辣椒有带一点甜味的哦。哇，真太一流，真太一流啊！很香很香，够味。够味哦。辣椒也够味，那炸鸡也很够味。我讲真的也很怀念这个妈妈档哦，以前每次跟朋友啊外面喝茶吹水啊干嘛那日子，哇，每次去哦肚子一饿哦，就是一定会叫个炸鸡来吃好了，不然就叫个纳西冷麦，不然就叫美吉，他美吉也是很香，哇，这个真的难忘啊。对了，所以讲到今天呢，我这个遗憾呢算是完成了啦，只是那个炒饭还是有点遗憾啊，不过不用紧的，那个不可再拍了嘛，也是拍同样的东西，我看你们也是拍到很咸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如果你们喜欢的影片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赞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个见面的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拜。这样子盖，手不够长，拜拜。